影驰星耀内存，名人堂 Pro SSD， 618在影驰天猫电脑硬件旗舰店享受极致优惠。哪都不像我，这哪儿像我了？这他像吗？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盏白炽的灯火，有人在轻轻地啜泣。我一步一个踉跄进入这个房间里，哟，前面有几个蜡烛。大伙儿是想要哪种直播方式？是要那种习以平常的，就是我正常的胆量能够面对恐怖游戏的那种感觉，还是那种本身就一惊一乍那种啊？摄像头，哎呀，省得大家早刷，我把摄像头开开给你们看看，我害怕不害怕就完事儿了。撒！我就不适应这个开这个，我关灯我妈也看不见了，你们也妈也看不见了，你们是真的。就是大家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们觉得关灯我会害怕，然后呢你就当我也害怕，我关灯不方便，我妈看不见我。不是这个时间段，这干嘛晚上8点你关灯我也不害怕呀。哎呦天，我是真服气。那行行，我害怕，我怕得要死怕得要死。你们这是看谁直播呀还关灯？这个越往底越黑了。这是我刚才打开那个门啊，谁呀？喂，哎，啊，不好意思，打错了。拜，妈一句没听懂，操！你让我开摄像头，我不害怕也不行，说我装，我不害怕也装，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不撞不出来，关键我不害怕，我把灯打开，你让我把摄像头关了，我瞅个人眼行吗？你妈，我开着摄像头，你这注意力根本就不在游戏了，就在你妈我这褶子，那你妈褶子是岁月的痕迹，那怎么办呢？那他妈这不是最恐怖的事吗？这一关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关是先这辆摩托车要开到这，然后这辆摩托车开到这辆车就开到这。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一种终极想法了，这关过了。随便过。哎，兄弟，你在逗我吧？我操，这都快摔死了！这关不是这么过，这关是需要弹簧的，你知道吧？让它变得有弹性。哎，不是，你是猪吗？呀，为什么不行啊？再来一个。这摩托车是不是傻啊？他晚点开不就行了吗？他每次开那么快干嘛？でも、今回ばかりは努力してみても、自分を信じてみても、どうにもなりそうもありません。教えてください。どうして僕だけ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んです？僕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す？你得支棱起来呀！你男人，你哪就要遇到坎坷，一些要死要活呢？这 excuses sound best to the person that's making them up. Stop feeling sorry for yourself.They're conjured up, they're fabricated, they're lies. And how do you stop the lies? You stop the lies with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is, you have time. You have the skill, you have the knowledge, and the support, and the willpower, and the discipline to get it done. This is my time, this is my moment. Tomorrow, ain't no such thing as tomorrow. We only got today.It's your dream. If you want to have it, we...
来吧，天使吧。广告牌不好跳啊，广告牌不好跳啊，别让它当好跳的。嗯，我算一下，从这个角度45度冲上去，啊，要冲高一点，然后直接别在广告牌那停，好吗？好吗？来嘛！走 ，OK， 卡住。等会儿啊，这桌面会卡一下。嗯？哇，好人呐，作者。OK。哈哎，兄弟们，咱们下不去了，这我知道怎么留了。啊，慢点往回拉就行了啊，别快拉，快拉容易把速度给拉更快啊。嗯，存档点还不回家呀？表面像是一个特别危险的点，其实它是一个存档。啥时候回家呀？可把我急坏了。哎，没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慌了啊，就随便跳。哎，走，娘。必须要看看上面的风景。充满鲜花的水面，找点空隙。哎呦，这个点我必须得斜着落到这儿，我这样正着落着咋？我要往前点儿。哎呦，这怎么着都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吹吹后背揉揉肩。不拖你回家，走多大风险呐？还真唱回家了。这张地图的目标是保平就好了，别扣分。也不指望加分。这么多蘑菇，这个意思是要我冲呀，冲一波，留一个走近道。被搞了一波，没事，近道可以追回来。双刀脚吃，不是，这打什么啊？我们，卧槽，这个绿哥哥，来点无敌星，还是蘑菇。这个蘑菇比较怕规格，三个红蘑菇被一个规格打了就没了。全程都是蘑菇，对吧？我这局被打了3下龟壳，加上有9个蘑菇，能怎么用？什么情况？没有别的道具了吗？等点不一样的，最后一个道具。哇！金色传说，确实不一样，但是它本质还是蘑菇啊，它效果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是蘑菇当中的王，更加好。我在飞，我们在飞，我在打嗝。OK， 呜 ，You jump， I jump， You jump， jump， I jump， jump， jump。这个地方有根管子，这应该也是一个地标啊。哎，你干什么？你新春三年子。啊！溜了！哎呦，我真的烦他，你知道吗？真的是烦他，匕首都被偷掉了。重剑、轻剑，哎，后面又要打我，哎哎哎，你这个，哎，重剑、轻剑，哎，重剑，你们一直砍的，哎，不让动的吗？哎，喂，哎，
这怎么他不让动的呢？我赌他炸不死我！啊！奈，不一定奈死呢啊！嗯、啊，行，奈死大夫啊！嗯，完了。啊！杨烨，杨烨！Where I come from, the Darkness One. I have witnessed this firsthand. I refuse to let it happen again. It's time the truth presented itself to you.The destruction they crave. 购买豪华版更有传说徽标、限量动作、超强异域武器等好礼赠送，赶紧喜加一吧！ Previously on Meteorite Market， 十六个有钱的富二代，狂追一个门口卖饼棍的，还是个老太太。大结局，老太太说了啊，我觉得你们当中没有我喜欢的。然后马上拍第二部，不好意思，第二部。鬼片，老太太丧偶之前的老头从阴间回来了，开始复仇这十六个年轻人。我跟你说，我这次当主播了，我要没当主播，我跟你说，哎呦，新剧集，在一个乡村里，哎，一个这个平常大家都干活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有这么一个村子，村子里边有一个老爷子，从小生得驴仙，其中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个奇人异事，比如半夜的时候，在这个老爷子他们家门口，老爷子家里不养驴啊，路过他们家的时候，在夜半三点钟的时候，经常会听见这个低声的，从老头子家里传出来的啊这种声音，所以村子里乡村就说，哎，你看家里也没养驴，这是什么声音？第一部，七集，整体的故事性，从第一集我们的村民就开始讲这个故事。第一集听说，第二集听说，第三集听说，听说了第七集，最后一集，所有的观众都在想知道这个老爷子长什么样的时候，老爷子在一天的晚上出现了一个背影，啊，一声驴叫。第一部呢，我们的驴脸老爷子并没有露面，然后驴脸老爷子的第二季，老爷子演员终于要登场了。第二季就开始从口口相传变成了一些真的事儿了。什么事儿？一觉醒来发现家里的玉米被人磨完了，给家里人吓坏了。或者经常比如说上山砍柴，一出门口满满当当的柴火，这是谁给我弄的？第三季的开篇，村里的怪事儿就不是好事儿了。村里呢新搬来了一户老爷子，驴脸老爷子的亲弟弟。这个老爷子长了一张骡子脸。驴脸老爷第四季打败了骡子脸，但是骡子脸呢最后的怨念让这一个村子里的这些个村民们变成了丧尸。驴脸老爷子下不了手啊，那都是乡里乡亲的。驴脸老爷子一边流着泪啊，一边流着泪一边抄起手里曾经为村民们干活的一些农具，最后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个村民们给消灭了。最后的最后留一个伏笔，驴脸老爷子收养了一个丧尸小孩。
绿脸老爷子拍透了，我感觉绿脸要到头了，再拍不行了。哎，我们这部剧会把整个绿脸老爷子的人格给推向一个高潮，以后在邻里邻居之间讨论的都是驴脸，带领的风潮就是以后男孩女孩整容就不往这个三角脸整、瓜子脸整了，往驴脸整。一进医院，您要整成什么样？拉长。长按点赞加关注，口罩戴好做防护，耶、yeah! 。